为满足用家对传输速度无止境的追求， OCC 推出新一代 Vertex Free Pro SSD 固态硬碟，采用 SanFox 第二代 SF2000 系列控制器，支援 SATA 3.0 传输界面，最高可以支援至 550Mbps 的读取和 500Mbps 写入的速度，以满足企业级用户在传输效率上的需要。 OCC Vertex Free Pro SSD 固态硬碟采用了 2.5 寸硬碟规格，配合全新 SanFox SF2682 控制晶片，支援最高达 6Gbps 传输频宽的 SATA 3.0 界面，令到它写入速度最高可以达到 500Mbps。 今次送测的版本为 200GB 的容量，外观上和过往的 Vertex 系列没太大分别，但拆去外壳之后可以见到 Vertex FreePro 搭载了16伏采用 Toshiba 的 MLC NAND Flash 记忆体火粒，同时采用了 SanFox 第二代 SF2682 控制晶片，支援 SATA 3.0 界面。据官方指出，它最高射入速度为 500Mbps。 效能方面，据 OCC 指出， Vertex Free Pro SSD 最高可以支援 550Mbps 的读取速度， 500Mbps 的射入速度，以及高达 70,000 IOPS 的效能。而据测试结果显示， Vertex Free Pro SSD 更可以达到 555Mbps 和 516Mbps 写入的速度，它的表现合乎 OCC 官方所提供的资料。全新的 Vertex Free Pro SSD 固体硬碟针对企业级市场，在读写速度表现十分理想，能够大幅减低数据传输的等候时间。而且 Vertex Free Pro 只是采用 SATA 3.0 就可以提供同级的效能，无需占用 PCIe 界面，因此对于用家来说也更加方便。